夏曼兰波安老师的作品呢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书写海洋的作品。在他的作品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与我们往常所认识截然不同的宇宙观以及美学。文学是一个国家的灵魂。以我来讲，我要不是有阅读这些台湾文学，我可能根本不会开始创作。在自己的祖先的留下来土地上劳动，有自己民族的一种不可磨灭的历史的记忆。这块土地跟经济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可是跟他们的汗水、跟他们的歌词、跟他们的诗歌是直接关系的。本周异想世界专访导演郑友杰，一起从影像阅读蓝屿，阅读夏曼兰波安的海洋文学。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